爸妈，这是小陈。你是哪里毕业？你住哪里呀？服务员，服务员！哎呀，小姐，点菜，点菜。是审查就该这么严格。在滴滴，我们对司机进行。这个周末要完成报告，谁可以加班？我。很好。那，你陪我打高尔夫球了。好的。Volkswagen, das a 这是他第一次送我回家，好想时间过得慢一点。喂，爸。到哪儿了？快到啦，放心吧。怎么还没到啊？快了快了。爸。你好。别让牵挂变成了打扰。在滴滴，我们有一键行。先生，二手房有兴趣吗？先生，通州新盘。别再烦我了，老板那么抠，我没钱。我是李总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信息泄露，苦不堪言。在滴滴，我们使用虚拟号码通话，包括。Volkswagen.
还有点事。网络世界能不能少点假象？在滴滴，司机上岗需通过人像认证，检验司机是否为注册本人。亲爱的，给我拍个照吧。张晨，麦姨。能为你挺身而出才是真爱。在滴滴，我们有一键紧急求助，随时待命，第一时间回应求助。上班时间你看什么东西啊？还想干嘛啊？你这么喜欢看呢？公司请你来玩的吗？啊啊！